下。喂。喂，你好，白编剧吗？啊，是啊，我是白小璐编剧。哦，我是贪云影业的制片人，我看了您的原创故事，就当青春喂了狗，很感兴趣，想约您谈谈，合作和改编的事儿。啊，好的，没有问题。不过我听说你这个原创故事是参加了星河影视的原创大赛，星河影视呢有优先的购买权，版权的事情呢还是要先确定一下。啊，但是不太好意思，版权方面的问题我也不太懂。这样吧，你方便的时候呢跟星河影视那边沟通一下，确认一下版权的事儿，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约个时间谈谈，好吧？我方便，没有问题。那我去问一问好吗？好，那我等你的消息啊。啊，好的，那我们见面再聊。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这个剧本的呢？哦，我之前跟张瑞文导演合作过，他向我推荐了你这个剧本。好的，谢谢您啊，那我们见面再聊。大白鲨，什么东西？补天通缉！我告诉你，白小璐的编剧生涯又有希望了。陪我一起欢呼，陪我一起跳舞，举国上下一起欢庆。白老师今天来是为了版权的事情吧？说来也巧，昨天我有个饭局，我和老陈一块儿喝酒，他跟我说了这件事情。我们公司对于你这个获奖的故事很感兴趣，我们简单的聊了一下。那版权的事情怎么处理呢？我想了一下，我们公司对你这个故事非常看好，既然老陈选择了你，那么我们不如三方合作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们星河影视制作的水平，整个事情由我们来牵头，我相信整个盘子一定会非常漂亮。你来担任总编剧，整个改编剧本的方向以你的意见为主。以我为主？我们的公司对于你这个故事期望值很高，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，选演员也可以参考你的意见。那就是陈总那边呢？老陈，我跟他很熟悉的，马上我给他打个电话。这个星期我们就约个时间，我们三方就把这个事情给敲定了。那么就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